좋아.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跟从耶稣基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用这首诗歌我们敬拜我们的神。
救你脱离那一切的黑暗当中。若是你愿意，你现在可以在你座位上开始祷告。耶稣基督的光要驱走你生命中一切的黑暗，圣灵要进到你的心里面，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心里，在你的生命中掌权救主。敬拜在圣洁的当中降临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请坐。